原标题，胡适与溥仪在养心殿的会面究竟聊了什么？清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溥仪，1906年出生，三岁登基，1911年退位时不过五岁。他在918事变后出走东北，成为傀儡皇帝。因此1931年后，日方对溥仪的报道多半带有粉饰的意味。不过上世纪20年代初，溥仪尚在紫禁城中，个人对英美文化极是醉心，管给自己起了个英文名叫亨利 Henry。 他刚刚大婚，忙着练习骑自行车和打网球，并没放多少心思在复辟这种没前途的事情上。当时冯玉祥尚未逼宫，殉情皇室的生活相对安宁，东北王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正如胶似漆。如果此时有人说溥仪将来会变成关东军的傀儡，去建立什么满洲国，多半会被当成天方夜谭，最有想象力的政治家也猜不到溥仪未来的命运。所以那时日本记者对溥仪的报道尚存在一定的客观性，并带有一种旁观者的好奇。而作为外国记者，文章又是写给外国人看，他们的报道更少禁忌，视角也比较独特，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更为生动的溥仪。民国期间曾有一则新闻，小皇帝溥仪电话约见大教授胡适。至于为何要约见胡教授，当时普遍流传的说法是因为电话刚引进中国不久，溥仪对这种新鲜玩意着迷，而又不知道该给谁打，穷极无聊之下，顺着电话簿一位一位的拨号，这才找上了刚刚装上电话的胡教授。一位化名领军学人的日本记者，在大陆杂志1923年第11期上发表了名为《清帝复位说和元氏帝制》的文章，其中也饶有兴味地提到了这件事。他认为溥仪约见胡适并非心血来潮，而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向教授请教。在笔者看来，这是一个更有逻辑更可信的解释。此时的溥仪刚刚17岁，正处在一个人生观形成的时期，他身边有一位英国籍教师庄士敦，为他打开了接触外界的窗口。这对长在深宫中的溥仪来说颇有吸引力。然而溥仪身边还有一批由清廷旧臣充当的师傅，这些老学究对洋鬼子庄士敦并不怎么喜欢，一有机会便想方设法向溥仪灌输儒家学说，用四书五经教导这个小皇帝。这给溥仪带来了相当大的烦恼。他自幼接受儒家教育，在紫禁城中过着封闭的生活，师父们的教导不会因为庄士敦的出现而被推翻。然而庄士敦带来的西方文化也给了皇帝很大冲击，约见胡适便是在这种矛盾的背景下产生的。约见的直接导火索是一次探病经历。秉军学人写道，尽管觉得师父们的看法多少有些脱离时代，但受儒家天地君亲师思想的影响，同时也体会到师父们对自己期望殷切而又爱护备至。溥仪对这些师父们有着深厚的感情，其中最亲近的是一位姓陈的师父。以此这位师父生病，溥仪便前去探望。笔者根据中方史料考证，此事并非日本记者信口开河。这位姓陈的师父应当是陈宝琛。根据钓鱼台备忘录记载，陈宝琛有一次生病，溥仪的确前去探视，时间是1922年。陈宝琛字伯贤，号偷安，福州人，同治七年1868年进士，早年入翰林，因直言敢谏而闻名。1911年陈宝琛开始担任溥仪的老师，他在溥仪的师父中任职最早，时间最长，感情最深。多年后溥仪娶为满洲国当傀儡皇帝的时候，陈宝琛不顾老病之身赶去劝谏，可惜
这时他昔日的学生已经不听他的了。溥仪后来回忆道，在我身边的遗老中，他是最稳健谨慎的一个。当时在我的眼中，他是最忠实于我，最忠实于大清的。在我感到他的谨慎已经妨碍了我之前，他是我唯一的智囊。事无巨细，贤待一言绝焉。日本记者丙军学人推测，可能由于长期不能与生父生活在一起，让溥仪对陈宝琛有了类似于父亲的感情。溥仪去探望生病的师父，也是基于这样的私人感情。令他感到意外的是，这次探望在陈家引起的，却是轩然大波。陈家上下数十口跪在门前阻止溥仪入内，理由是皇帝探视臣下违背礼法。其实这样的事情，清朝早期的一些皇帝也不是没干过，以此表达对臣子的宠信，臣子家人一般会受宠若惊。不过陈家的举动更像是一种特殊的施压。老臣们看到小皇帝总是亲近洋鬼子及其西洋学问，再用一切手法和机会进行劝谏，以逼迫其回到正道上来。无奈的溥仪闷闷不乐地回到了紫禁城，不明白为何自己的真情变成了劝谏的筹码，而且他又不能和任何一方的师父谈。后来总算想到了一个办法，他听说胡适是当时最有学问的人，而胡适又不是庄士敦这样的洋鬼子，于是决定打电话给这位大教授。日本记者对此事的描述到此为止，并没有说明胡适先生面对溥仪的问题给出了怎样的答案。1922年5月30日，溥仪和胡适在养心殿会面，溥仪称胡适为先生，而胡适则称他为皇上，两人谈了不到半个小时。有意思的是，胡适后来在谈到这次约见时，只字未提日本记者所说的那个烦恼。他说当时与溥仪谈的主要是文学，那么是日本记者无中生有制造了假新闻，还是胡适对此顾左右而言他呢？由于当事人已过世，无从核查。不过以胡适一贯谨慎的个性，其故意避而不谈的可能性很大。胡适是新文化领袖，溥仪则是殉清废帝，两人的见面在当时很敏感，人们更多的关心他们身上所携带的政治符号。会见结束后，胡适因称溥仪为皇上，还在舆论中颇遭责难，批评者认为他的叫法是奴性的体现。与此同时，清宫的师父们也对皇上召见胡适这样的新派人物大表不满，担心溥仪会被胡适蛊惑，不再努力去当他们期待的明君。这种情况下，如果传出溥仪是因为不知如何面对师父们而请教胡适，无论对谁都会带来更大的麻烦。笔者倒是认为日本记者的说法极有可能是个合理解释，并非假新闻。胡适后来曾隐约表达了对溥仪的同情，他形容溥仪是有个性的少年，并写了一首诗来表达心中的无奈，叫不开锤不碎的盒，关不住盒里的一点生意，百尺的宫墙，千年的礼教，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。这首诗胡适没敢发表，把它藏在自己1922年6月22日的日记中。从诗里的文字看，见面时溥仪似乎真的曾向胡适倾诉过某种烦恼。与胡适见面后，溥仪怎样解决自己的烦恼不得而知，至少对陈宝琛，他如同一个合格的皇帝那样，没有去较真的和师父说明这次探病的本心，而是很快给陈宝琛加封了太傅的头衔，并将养元斋作为私产赐给他的老师陈宝琛。后来为此高兴的大宴数日，可能是为学生开始懂得怎样做一名皇帝而得意。然而日本记者的记载以及今天流传下来的清宫旧影
却清晰地给我们展示出了另一个和皇帝这个称号很不相近的溥仪。他既有青春期的烦恼，也会在宫中打太极拳，甚至给婉容点烟。或许因为冯玉祥逼宫时撤离仓促，在清宫的档案中可以找到相当多来不及处理的英文书信，大多是溥仪和婉容之间的，他们彼此用亨利和伊丽莎白相称。当时清宫的第一家庭只有三个成员，逊帝溥仪、皇后婉容、淑妃文秀。三人天天见面，溥仪和婉容却依然用英文通信。在那个时代，就算在西方，这也是很浪漫的事。档案中甚至记载了婉容如何手把手的教溥仪吃西餐。很难想象，这是后来只会板着脸照标准照的那个皇帝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